红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生的爱情也不难行。阿边英雄，阿边就行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0800-2979-7778，现场电话0800-2979-7778。那么，咱这个电话依然是和董树林定签的电话0800-2979-7778。来，阿宏继续报新闻、分析新闻、批判新闻。那么，咱拄只。讲这个蔡英文伊伫咧讲无顾到民意，而这个总统应该为318学运啊来负责。那么咱下面这段继续啦。那么咱拄顶段讲到的时阵呐，蔡英文伊嘛表示，台湾现在是上界困难的这个时机啊。产业无好，经济搁较歹，吼、哦，也是那社会安全制度无够完善，吼、哦。那么也是那呢，以治人民，吼、哦，以使人民，吼、哦，行的老啊，吼、哦，无人照顾，啊，退休金啊，提袂到。啊，就甲你讲，你咧讲马英九拢恐吓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啊，甲这个朱立伦哦，讲话拢咧恐吓啦。啊，你咧讲话，唔是恐吓吗？唔是恐吓人民吗？啊，啊，你唔是讲的孙安尼，后摆的孙安尼，老百姓摕袂到退休金，吼、哦，啊，经济搁较歹，
老百姓老啊，无人照顾，啊，啥也无人照顾。老啊，是哪无人照顾？蔡英文，你家己有咧检讨无？啊，啥无人照顾？教育个失败啊！哈、啊，恁个孙阿娘，即、這个立法委员啊，甲国民党个三啊三十一啊，做了无好啊！伊个孙阿推行啥物个孙阿娘，对毋对啦？人较早个孙阿拢三代、五代同堂，对毋对啦？哈、啊，即马咧！即马娶一个，都要出去家己一家啊嘞，啊，啊是安怎？迄观念无同啊，拜托个，啊无恁政府个孙阿娘创啥物嘿啊？哈，啥物个孙阿娘？当迄个啥物啊？连病院嘛是共款啊，有一个啥物老人啥物嘿啊？对毋对啦？养老啦，对不对啦？是不是？啊，这就是恁创出来啊！恁创出来啊！较早哪有？较早咱嘛三代同堂、五代同堂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是安奈无？是安奈奈无？就是恁政府推崇的啊！嗯，讲到安尼较好啊，少年的要安怎就安怎啊，对唔对啦？啊，所以老人唔则无人照顾，嗯，我甲即阵啊，也毋免阮四岁去甲阮照顾着的，对唔对啦？啊，奇怪咧，蔡英文，啊，恁奶是安怎啊？啊！伫个孙阿奶威胁，啊，爱投予你一票，对毋对啦？啊，你这毋是威胁，无是啥物嘿啊？嗯。啊，恁毋是个孙阿奶，恁讲个孙阿奶，即个老人啊，啥物嘿啊？啊，迄个年金个孙阿奶，每个月花到几千啊，对毋对啦？啊，对不对啦？至于人民惊老，无人照顾，啊！你搁续落讲的时阵，若提袂到退休金，无可能无提到退休金啦。这都是恁民进党咧威胁人来啦，啊！阿宏嘛唔惊无退休金啊，安怎讲？政府袂倒啦，知影无？蔡英文，你若坐位，你政府会倒袂？就绝对袂倒嘛，哈、啊？是毋是这种道理？所以大家吼、哦，好啊，迄阵啊，孙阿娘画者诗，对毋对？迄民进党的就开始就风声呢。风声声的，哇！迄退休金哦，无人去退啊啦。即马政府的孙啊，拢的孙啊咧红利啊啦，啊，到过年都的孙啊咧啊，都已经破产啊啦，对不对？会破产袂？阿宏讲袂破产啦。啊，所以定来我是安讲，台湾人民无智慧是安怎咧讲？对不对啦？无读卡，安怎无读卡？政府制度年金、退休金绝对袂无去。安怎讲？你无交，绝对会算啊加税嘛？对唔对啦？健保嘛是共款啊。钱包讲了钱会了袂？袂了啊！
是交健保费，搁提高啊，对毋对啦？无法度啊，政府无钱要安怎？大家百姓爱负担啊。政府有难，全民拢爱负担嘛，拜托个，是毋是这种道理啊？恁遮个啊，只是民进党个遮个啊，恁来读壳啊。所以迄阵啊，是毋是新闻有写？有诶，就赶紧去领领出来啊啦，对毋对啦？了后发觉讲毋对啊啦，对毋对？迄戆人啊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我常常咧讲，咱台湾人无智慧，就是伫遮啦。哈、啊，蔡英文咧讲，那这个退休金领无，有可能无？无可能啦。哈、啊，退休金要哪？要哪迄款？你死到的时阵安尼啊？这个什么啊？看病健保费提高，对毋对？退休金无，这个是哪样？劳，迄个劳保，劳保就增加，是毋是安尼？政府无可能会倒啦，所以大家都无智慧嘛，对毋对？迄民进党的风声哈，你甲看怎即马？蔡英文啊，是毋是咧证据一只啊？对毋对？蔡英文伊嘛是讲啊，哈、啊，啊，这难道毋是咧危险吗？洪都有讲啊，一倒位，你做咧放心，放一千个心啦、啊。台湾人拢无智慧，人啊讲安怎，啊就跟人讲安怎，家己拢无读壳的。嗯，我迄阵啊就讲啊，我讲啊是安怎啊？退休金会领无？无可能的代志啊！啊，我拄仔咧讲一句对毋对啦？政府所做的。全民拢爱负担啊，是安那讲？啊，无这福利是毋是政府创的？啊，恁这人民是有福利，恁来提福利的？啊，是毋是恁有提到福利无？什么福利？年岁啊啦，敬老金啦，点着补助的啦。哎、啊、呀，这钱是谁的？政府的吗？那钱拢人民的。所以有一句话对不对？所以我常常在讲啊，我常常在批评这学者、这个专家，就是拢一只啦。是不是有一句话？来自于人民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这个。都回归于人民嘛。政府是干呐，甲恁保管，甲恁安排利益啦，尔嘛。不但安尼哦，政府嘛要甲恁提钱啊，安怎讲啊，请人啊，对毋对啦？所以，这钱要安怎摕入来？这所有政府请人。予伊业绩了后，剩呢，则搁害人民呐、啊，则搁分配予人民呐、啊，对毋对？迄真简单个道理啦。所以我常常咧讲，即个政府、即个官员呐、啊、即个民意代表啊，欸、拜托个，连你即个民进党个党主席都在共威胁个，是毋是？哈、啊，这是毋是威胁？无可能个代志啊，所以你共讲啊，对毋对啦？怎样？可怜，所以我常常咧讲，台湾人无智慧就是一只，对不对啦？阿芳咧分析，政府会倒袂？政府袂倒啦，政府若倒，就阁换人啊啦，换啥？换朝代，嘛毋是换朝代，换朝代嘛是还阁政府啊，都灭亡去啊啦，都换别个国来管啊啦。
对毋对啦？迄真简单，就是安尼嘛。啊，所以我定定咧讲，迄台湾人民毋知要安怎，啊，即个专家毋知安怎，即个学者毋知安怎，书读遐济，佫讲会倒，实在有影。会倒袂？无可能倒。对毋对啦？啊，无是安怎会顺安尼啊？即回国民党诶，佫想要会顺安尼啊？发即个甚物管对毋对啦？啊，民进党咧动对毋对？咧反对，哈、啊？啊，人要做好诶代志对毋对？要发予政府来福利诶，民进党咧共动，对毋对啦？哈、啊？啊，是安那政府爱安尼先做，经济歹啊，对毋对？看叫大家顺啊消费较济啊，所以因个学者的想法就是安尼啊，对毋对？哈、啊，人民愈开钱，吼、哦，也会顺啊社会一片的这个活络，对毋对？因这都是想安尼啊，对毋对啦？伊敢有咧想？伊敢有想啥啊？伊敢有咧想讲，参像阿宏的这个观念，较早的观念，人都爱欠啊。死到要用就有啦，但是即马无共啊，即马政府讲因大家都爱开啊，对毋对啦？无共款啊，啊无共款要安怎？所以即马才有迄个什么啊？才有迄个什么卡债啊？都、就是拢安尼，代志拢会安尼出来啦，知影无？阿宏卖迄个卡债。阿宏买迄个卡债啦，是安怎买迄个卡债？卡债观念，赚偌济，对毋对？换准的时阵赚一万，就爱各项拢算好好开销。剩的，那是剩有一万，一万剩有一千，这一千都爱欠起来，啊。唔是讲像即马少年诶啦，一千阁要用掉去啊啦！即一千阿宏就是要留以后紧急通讲应用。即马少年诶哪有啊？早就卡开掉啊！无是安怎讲即马有迄个夜光族啊？是安怎即马有迄个夜光族？较早无啊，较早无咧夜光族啊。是安怎？就是阿宏咧讲诶，照阿宏诶安尼伫安排使用诶。所以阿宏无迄个夜光族，嘛无迄个卡债，这完完全全拢人民家己要爱的嘛，所以有这种的政府嘛。好，来，咱继续转来主题。那么紧张吃的物件。无够安全，哈、啊！你少年人担心买袂起，租袂起厝。我甲你讲啦，咱人若要拍拼，绝对的时阵呢，租厝，后摆啊，同款有厝的。即马足侪厝的，对不对啦？得用啊！大家唔是买袂起。大家是拢用了了，所赚的钱拢用了了，开了了啦。即卖时代是这种时代，甲较早阮的时代无共。像王永庆有无？大家新闻写咧甲恶了，你甲看伊欠到安怎？哈！啊，那无爱参与王永庆安尼，那无爱参与王永庆安尼来推行，对毋对？即马少年，你即个啊看，来嗨一张票，哈、啊，几千块买落去，你甲想啊？啊，得开这钱，大家咱拢唔爱讲，是毋是？
所以台湾人自己拢无检讨，啊，搁蔡英文伊咧讲这种话。伊讲哦，这个代志本来是政府应该替人民来解决的。较早的政府，蒋经国时代的政府，敢有安尼吗？敢有安尼吗？是安怎即卖少年的，都互你蔡英文安尼讲？拜托的，较早的政府敢无对人民咧负责吗？敢无对人民解决一寡代志吗？现在的政府也好啦，这些党也好啦，卡不到，都也说怎样，都也说顶一代歹的，对不对啦？哎呦，你在共管，时势现在无共款啊，时代无共啊，你在共管啥货啊？对不对？政府你在甲我管，我要安尼啊？是不是像许太阳花安尼啊？三一八啊？你要甲阮管，人民佫你要甲阮管，就是变安尼啊？是不是？较早的政府嘛是安尼管啊，即摆政府嘛是安尼管啊，是安怎较早政府管的遐尼啊好？人民大家拢有通好食？对毋对？即摆呢，伫爱爸叫母是安怎？阿宏嘛是迄阵啊来的啊，对毋对？阿宏34年出的啦，伤过啦，你甲算看的。啊，阿公嘛是迄个时阵嫁来即个时阵啊，对毋对啦？啊！所以这大家拢无检讨啊，是安怎来的？会变甲惊你是安怎来的？对毋对啦？恁的教育讲顶一代拢歹，对毋对？毋才第二届啊，对毋对啦？嫌人顶一代歹啊，毋才第二届啊，啊！我甲你讲，愈改愈歹啊！我有讲过，我讲几年啊？阿宏讲几年啊？会晓做节目，我做这节目，我会晓做电台啦。有咧做节目开始的，已经20年有啊啦。我讲有20年啊啦。你怪啥人？你怪啥人？怪家己的，怪家己啦。所以是啊，阿宏拢咧怪恁。阿宏较早时代来，对毋对啦？啊，我是啊，拢咧怪恁啊，啊，怪恁这帮人啊，啊，怪恁袂晓的，只爱石头搞的。人啊，讲安怎就跟人讲安怎的啦。啊，爱要啥物嘿啊？爱要吃喝玩乐的啦，安尼来的啦。知影无？我阿宏有讲过无？阮即马还阁真欠啊！我毋捌咧食四秀啦，毋捌咧跟人风骚啦，阮袂去枵着啦，阮袂去赶着啦，阮袂去枵着，阮袂去赶着啦。啊，是安那即马时代会安尼？这少年会变安尼，家己有咧检讨无？较早人讲，好天就爱剩雨来牛，是哪有这句话？恁拢无咧，啊，唉，所以我常常咧讲，台湾人应该死好啊，应该死好啦，自由就取。自由就取，恁遮
大家拢爱去担当，无人会可怜啦。那伊阿宏来讲，无人会可怜啦。人咧讲啥物啊？佛家咧讲啦，对毋对？做啥物业，就受啥物果啊？对毋对啦？哈、啊，是毋是佛家咧讲的啊？你若要开，当然到尾也着无啊，对毋对？你若要欠，到尾也着有啊，都真简单的道理啊。啊是安怎？是安怎即马变安尼？大家拢嘛直直开，政府嘛是直直开，对毋对啦？你甲看，大家拢无检讨，骂啥人骂啥人啊？这本来是政府要替人民来解决的，这嘛是代表现在的这个政府，不是啦，不是干那现代的政府啊，不是干那现代的政府要负责呢，现代的人民嘛拢要负责呢，对不对啦？有迄人民就有政府啊，啊，较早人民就较早政府，对不对？即卖人民就是即卖政府。所以我常常在讲批评这专家学者就是安尼，对不对啦？可怜，唉，那么现在的这个政府无尽到应尽的这个责任，嗯。拢脱的，大家拢安尼啦，人民嘛是同款啦，卡袂着，拢要政府负责啊，对唔对啦？八仙路园的遐嘛是同款啦，嘛是要叫政府负责啊，啊，家己来害，吼、哦，对唔对啦？啊，拢要叫政府负责，啊，你家想看嘛？人民敢讲无责任吗？我拄好讲过啊，吃喝玩乐，你敢唔免负责任吗？啊，礼义廉耻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你敢有负责吗？即卖人就是安尼啦，家己来享受，对不对？争取家己的享受，家己若无享受，就甲叫政府来负责，欺负处理嘛，有这条理，拜托个。那你蔡英文哦，主政啊，我赶快要叫你负责啊！有这种道理无？有这种道理无啦？蔡英文啊，啊，蔡英文保证，民进党的这个坚毅、唔惊失败的这个政党，当然啊。因为你就是要冲啊，冲要摕政权啊，所以什么话你都敢讲啊，对唔对啦？支票都敢开啊，安怎讲？啊，都要坐位啊。所以我拄啊分析啦，对唔对？你蔡英文咧讲的完全是什么啊？啊，拢要无赖啦，要恐吓啦，要栽赃啦，知影无？我分析真清楚啊嘛。对不对？民进党是什么款的？蔡英文是什么款的？唯有安尼，而这个政党才会当将到台湾带起来。我甲你讲，我有讲过啊，台湾绝对愈来愈歹。绝对愈来愈歹啊！我有讲过啊，你做你甲看，自金蒋经国的政府开始，对不对？这个李登辉，这个蒋经国，对不对？也是那老虎李登辉啊，对不对？我有过去，我有讲过啊。自李登辉开始，就贪污足多啊。李登辉的这个时代开始贪污的足多，
包括阿扁啊本身贪污的，你甲想，我分析拢真简单，无像这专家学者分析甲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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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大堆啦。我咧分析拢真简单，几句啊都明了啊啦，是毋是？来个马英九，社会有好无？愈来是愈歹，你蔡英文去嘛是同款歹。安怎讲？因为较早的制度已经予这个人来破坏掉去啊啦，予了后的这个学者专家拢破坏掉去啊。既然甲迄个好的破坏掉去啊，当然啦，物件若去予破坏，就袂完全啊啦。阿宏伫咧讲的道理，就是一只人呢。你看后面的对不对？是安那，那破产，是咱后面的破产呐、啊，真简单呐、啊。因的国家来自于人民，全部人民都开啊啦，福利啊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因国家要哪有钱？无钱啊，或者是有一挂临时。诶，这个事件，譬如讲地动啦、啊，对不对？临时啊，有一挂的时阵啊，状况啦，都无钱啊。安怎讲？啊，政府拢咧，政府拢咧共借钱的，内底互人民在用的。啊，所以伊绝对破产的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想嘛知影、啊。所以阿宏是简单的道理，无像人学者啊，吼。专家啦，讲甲全道理了了啊，对不对？迄拢咧骗人诶。蔡英文进一步表示，台湾内部伊诶即个情形情势已经真正困难啊，人民。如果看到政府处理外部的这个事务，这拢特殊的啦，对不对？这拢特殊的，你蔡英文你嘛要负责，对不对啦？我有讲过啊，李登辉的时代落来，大家拢要负责啦，倒一个拢走袂去啦，后摆去应付吼，拢拍到阿鼻地角啦，就是安尼啦，尔，敢若我拄仔咧比例啦。后尾是安怎来破产？国家的破产，真简单啊，对不对？人民要享受啊，对不对啦？你甲看，嗯，啊，其实人民要享受，拢甲别个国家借钱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所以因人民的时阵，大家咧用，拢用甲痛甲爽甲啦，是不是安尼？尤其是甲中国的这个关系是这样啊粗鲁，啊粗糙啦，吼、哦，这样啊粗糙，就是这样啊粗鲁。尤其是马习会了后，你外看，伊阁要批人啊，可怜，家己四娘啊无毒啦，啊，就干那直直要批人啊，啊，都伊来坐位，安尼社会才会好就对啦。啊，我有讲过啊，对不对啦？大家总统，大家坐位嘛要，大家嘛讲，我绝对为人民的。我若坐位吼，我绝对人民绝对较好个。啊，有好无？绝对无好。阿宏就讲啊，你蔡英文起来坐同款，同款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哪讲，你要叫马英九负责，阿宏你去坐位，阿宏嘛要叫你负责啊。安尼敢对？我有讲过啊，我是感觉讲安尼唔对啦。啊，人伊都安尼讲对哩，我无法度，我都无法度啊，对不对啦？尤其是马习会了后，全世界拢伫个看台湾人民啊，会做什么款的这个选择？选择你也讲同款啦，
对不对？我有讲过啊，是安怎会直直歹个？你去嘛是同款直直歹个。台湾，若无阿强的，我阿你讲啦，无可能会好啦。因为较早的好，就是阿强的。迄阵啊，阿毋是联合国的这个理事国，开始了后，落迄个蒋介石的时代，啊，甲蒋经国的时代，迄阵啊的时阵啊，大家拢兢兢业业，生意人赶紧做生意。政府赶紧辅助，对不对啦？外汇偌济，对不对？了后哪会歹？了后就是大陆已经，大陆，那么了后是这个联合国理事国之一，对不对？当时蒋介石。自己退出联合国，对不对啦？那么了后，当然，迄阵啊，大家还佫顺着过去农业轻工业社会，对不对啦？那么大家拢在吃在做啊，啊，迄阵啊，拢该欠的拢有欠啊，无乱用啊，对不对？那么整个蒋经国一个死啊，对不对啦？换李登辉就是安尼，你做你甲看，换李登辉开始就直直歹啊。阿洪的分析拢真简单，吼、哦、啊是安怎原因是安怎，我嘛讲过啊，都两句啊就解决啦，两句啊就解决啦。无像这种社会专家学者，哇，伊个三十几分啊，哇，嗯。所以讲到这，就是虾米嘿啊？全民拢要负责，唔是倒一个，倒一个政府爱负责，要负责，李登辉政府，落来拢爱负责，落来拢爱负责。我看这，你也看，哦，所以即马咧讲就是讲太阳花的这个学问，叫马英九。爱负责，叫国民党的这个立法委员爱负责，这完完全全无这个理啊！这是咧含糊铺无天的，我的结论是安尼，吼、哦，好，开始结束，期待几位讲这个网络，讲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来。更多也有共同欣赏，再见。是风雨微微向下都起，路顶星星照着水滴，云云的鼻，青春男女不知自己要行到位去，漂流万里。江都也有小风雨，
去当时踮在船边，讲甲汤蜜甜，真正稀微离我情意，煞来拆分离，不知何时会来相见。情情断断离，爱风也微，风都也有路陪你。风冷冷吹，听心情飘浪的旅行，为着旅行花了半生，海面做打点，我的心情为你生，你哪会分离？茫茫前程。多要那回天。